20. Who is one of your state's U.S. senators now? 23. Name your U.S. representative. 43. Who is the governor of your state now? 44. What is the capital of your state? 伊利诺伊州, Illinois, 简称伊州。 邮政代码, IL 位于美国中西部。 这张美国地图上的红色区域, 就是伊利诺伊州所在地区。 经济实力强, 伊利诺伊州得益于发达的水陆空, 纵横交错的交通枢纽。 圣劳伦斯航道和伊利诺伊河以及国道省道公路将北方的芝加哥港口机场、五大湖、西部的密西西比河及南部的水陆陆路贯通。道路通、百叶星使得伊州的经济实力排在全美前列。现在我们来谈论今天的正题。伊利诺伊州有哪些事项与入籍的公民知识面试题关联呢？ 州的美国参议员，访问美国参议院官方网站 Senate.gov， 在首页左上角下拉菜单中找到 Illinois 并点击，即可看到该州的两位现任的美国参议员：迪克·德宾 （Dick Durbin）， 民主党；塔米·达克沃斯 （Tammy Duckworth）， 民主党。二，州的众议员。 访问美国众议院官网 House.gov， 点击首页第一个栏目 Representatives， 看到一排大写英文字母，点开 I， 找到 Illinois 的众议员表单。伊利诺伊州现有18位众议员代表，分布在各自不同选区，其中13位民主党，5位共和党员。 三，州长，访问 USA.gov 或伊利诺伊州政府官方网站查找现任州长。普利兹克 J.B. Pritzker 州的第43任州长， 2019年1月14日上任至今。民主党派，州长是富翁，据网络公开信息，他个人财富高达36亿美元。 四，首府，伊利诺伊州首府在中南部的斯普林菲尔德（ （Springfield）， 图中的州国会大厦就位于斯普林菲尔德的首都街上。伊州是民主党大本营，从州长到参议员都是民主党，18位众议员中的13位是民主党员，只有5位是共和党员。 Who is one of your state's U.S. senators now? 谁是您州的现任一位美国参议员？ Dick Durbin. 迪克·德宾。
Dick Durbin. Dick Durbin. Tammy Duckworth. 塔米·达克沃斯。Tammy Duckworth. Tammy Duckworth. Name your U.S. representative. 您州的美国众议员名字。伊利诺伊州现任十八位众议员代表，分布在各自不同选区。请查找您所在区的代表名字。Who is the governor of your state now? 谁是您的州长？ J.B. Pritzker. 普利兹克。J.B. Pritzker. J.B. Pritzker. What is the capital of your state?您州的首府是什么？ Springfield. 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 Springfield.